是没吃过。那个很好吃的，我还蛮喜欢吃香菇的。那个我们家有，但是它很油，微波的，它是微波的，像炒面的东西。这个春卷的我们家也有，那个烤的话也很不错，可是没有那个人家，你要找我说没有，没有我跟你说，那就没有了。那我们是买的哦，就这个啦，或者说就是啊，那你还要吗？我不要。